大家好，我是洋洋，欢迎收看 Mix Owner 大设计。我们需要派出机器人进行作业的时候，没办法预料会遇上什么样的环境状况，只要是具备全地形能力，就通通都能应付了。国外 InspectBones 公司研制出一款机器人平台 Super Mega Boat， 不仅全地形通吃，还能轻松拖动大型 SUV。Super Mega Boats 是一款紧凑且结实的机器人，长宽均为33厘米，重量不超过100公斤。在4台电动机的驱动下，其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19公里。尽管该机器人乍眼一看就是带4个轮子的铁盒子，仿佛是为小朋友们准备的玩具车，但是这简单的外表下却有着不容小觑的实力。无论是草地、土地、沙地还是雪地都难不倒它，就连斜坡、山坡都要去闯一闯。要是真遇上什么过不去的坎儿，翻个跟头也就过得去了。这也意味着它可以适应各种复杂的环境。不过能跑、能跳、能爬山，这些对于全地形机器人来说是必备技能。最厉害的还要数它的负重能力了，就算是成年男子都能坐在它身上随便玩，连大型 SUV 都能轻松拖动，完全就是一个大力士。Super Mega Boat 在实际应用中会非常的灵活，根据不同的需求还能进一步扩展其能力。例如换一个防水的外壳，也就能设计水域作业，装上各种传感器以及摄像头等设备，还能远程操控它去执行任务。视频元素来自 Inspector Boots， 由 Max Honor 创意公园翻译剪辑制作。感受最美创意生活，请关注 Max Honor 创意公园。